刚今天不小心剪掉，怎么去剪掉？剪错了，5万块的里面有剪错了，怎么去剪呢？我要剪旧的，新里面可以转车出来的，很有钱的。不是，你那个户口，我们的户口也转出来了。Hello， 下午好，来欢迎我们的，今天礼拜四啊，30盐三道菜啊，说明天就深夜厨房啊，要过年了，要跨年了啦，30块就一定看到自己的亲亲了，来帮我们 line 一下，谢谢你们。曾经有时候有人说，哎，每次煮肉哦。啊，就是每次煮菜哦。有啊，你菜中有肉啊。以前是肉中配一点菜，现在是菜中配一点肉。啊，下午好，来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，谢谢你们。你们不知道怎样来煮到30块钱三道菜，不知道怎样来煮，那么我就想跟大家，我跟大家配菜啦，我跟你们配菜，啊、那么你们就是第二明今天配的菜，明天你煮咯。来 ，Coco， 谢谢50个先生，谢谢 Coco。谢谢分享，来，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帮我们来啊，跟我们点赞一下，点赞分享哦，点赞，最重要是要点赞啊，或者打一下爱心啊，Hello， 谢嗨一下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们要有互动，我们互动的话，我们有直播的时候，你们即刻就可以收到了。啊，来这个，来跟大家分享，今天要煮什么？来，今天我们煮这个虾米炒啊，炒黄瓜。虾米炒黄瓜，这黄瓜是很便宜的啊，日本黄瓜。虾米是？虾米贵一点点啊，虾米是条。这一道菜炒上来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一道菜，7-8块而已。7-8块。7块钱八就八块钱。OK， 所以这个黄瓜和虾米加起来是7块啊。对。OK。那当然，我们另外一个道菜就是番茄，番茄炒蛋，番茄炒蛋，对，番茄炒蛋啊。那么番茄炒蛋啊，其实如果去鸡蛋有一粒鸡蛋6毛钱来讲的话呢，啊，这里多粒，1、2、4、6、6、6、36，来3.6块，番茄多少？4块钱左右了啊。啊，7.6块啊，这里7.6块啊，对，7.6块啊。啊，那么7.6块，7块就是，那么这14.6块，这鸡是15块。哦，刚刚好，来15块啊，不到15块。这鸡因为我是在那里买的，15块了，29.7块了。啊，这个比较小只啊，30块。三个，我这个3个鸡腿啊，比较小了啊。今天没有。你是3只鸡腿啊？嗯，我今天没有去。5块一只鸡腿啊，哇，敢来啊！啊，敢来，这是啊，今天肉比较多一点。我可以换2个，但是我煮3个哦，因为不是很高很大啦。所以我们鸡腿肉有3只啊，你鸡腿肉每一只是5块啊，5块对 ，OK。其实，15块钱左右了啊，鸡腿肉，因为它不是很大只。OK， 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，我们今天炒的是第一个汤，我们炒姜葱，来，姜葱鸡啊，第一道鸡肉我们要炒姜葱鸡，姜葱鸡要焖的啊。给它姜葱鸡啊，要焖啊。嗯，我们姜葱。Japanese cucumber at this moment very expensive 啊。看什么情况？啊，看一下，如果你去看在哪里买的是吧？山里买的，但是今天我没有买菜，老实说，今天没有买菜，为什么呢？是之前买菜的啦。之前的啊，这个鸡腿有其中一个，那天我在，在我就卖我们的刀啊、砧板，我就切，就放在冰箱了啊。我就没有买菜。那么我回来的时候，表嫂看到我只是拿一块鸡肉回来的，他说啊，今天没有买菜，没有鸡肉，就谁贵的菜。这个不买了几天了，不能回红红买了，是你不能是你老婆买了，我买了，你老婆买了，放了几天了，就坏了。日本黄瓜我老婆买了，几块钱的东西啊，坏了，几块钱忘了。对，这个番茄是那天我买了，那天番茄我想要，我要煮那一个罗宋汤，就是做 ABC 汤啊，后来没有做了 ABC 汤，我就来煮其他的。所以我们总共加起来29块，啊，七，29块7啊，然后现在不要买菜，30块了。接近30块了。哎，我们再来
姜葱呢，就是你可以我们简单的腌哦。来，三十斤可以多少个人吃啊？哇，这个这你问他，我们六七个人哦。啊，都没问题、啊。吃不完啊。啊。六七个人吃。你看你的胃口了，我家里。六七个人。晚上很少吃饭啊。饭吃少了，我们吃菜多。啊、我要酱油黄酱油。酱油你找没有哎？你要偷我的酱油。啊。哎，下午好，帮我们分享啊，以留守啊，谢谢。哎，来放一汤匙的酱油下去啊！啊，来这里三块鸡腿肉小啊，收一个汤匙啊，一个汤匙的酱青。那么我们今只是一个简单的腌法，只是我们煮鸡肉，只是简单的腌法就可以了。好，表弟买的鸡腿超便宜啊，对，很小个，它是小种啊，小小的。这个不是 big 不是宝康鸡，不是宝康鸡啊。Understand？Thank you 100个星星啊。Good afternoon 啊，你那边是哪里？来，我们上那个马铃薯粉、啊、不要太多，少少的马铃薯粉，半汤匙一点点够了，半汤匙够了。啊，今天有鸡肉嘞，这鸡肉占了一半呢，十五块啊，十五块。关系不买了，你鸡很小，鸡腿很小，所以它便宜，三个十五块。姜葱与油还没有算价钱啊，来我们讲买菜钱啊，买菜钱三十块 啊。哎，我们再看。会煮菜的人会一直改 plan 啊。临时会给改了，对。啊，那个锅多少钱啊？炒菜锅99块啊。我们的锅。哎，我拿给他。哎 ，Big Mac 觉得 Good morning 明天开张吗？明天开张，不过我礼拜天去。啊，礼拜天啊。礼拜天啊，10点半。礼拜天是1月1号了。1月1号对。哦。啊，礼拜天去。1月1号对。1月2号。1月2号啊。Okay, 我们油差不多热了、哦、这个油我们拿去、啊、我们今天没有辣油，我们拿来炸、啊、其实做法很多种的、啊、炸鸡腿煮菜的方法很多种、啊、你可以拉油，你可以直接炒，当然我今天做的方法是拿来炸一下，然后炸一些稍微它干蒸一下我就捞上来。下午好啊，来煲汤至少要30块，有八件有办法八件吗？30块啊，汤啊，啊啊葱啊，啊葱盐啊葱蓉梅嘛，可以啊，就完成你啊，星期一啊，星期一煲汤啊，30块以内啊，一汤两位咯，我们就做一汤两位，这样就没有两样菜了哦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配料没有算价钱，来，啊，我们游戏规则很简单啊，买菜钱30元啊。现在你去吃，你知道吃一碟炒饭，如果是比较一个像样的餐厅啊，一碟炒饭20块，啊，一个人吃20块，啊，我就觉得 OK 吗？上次我在吃吗？咸蛋炒饭啊，在那个5星酒楼吃啊，交个人啊，20多块，是啊，那个是7、8年前的事情哦，7、8年前啊，随机应变啊，表弟最在行了，啊。今天我们在我们楼下的餐厅叫一个炒饭啊，20块，那么我们就是很熟了啊、哦，没错啊，炒饭蛋炒，炒饭蛋炒是20块啊，啊，我们是就是柳林那边就是认识了，扣10%哦，是18块咯，啊，那么饭多一点，他就包多一点饭咯，就放多一点饭咯，那么两个人吃18块。没有18块，两个人吃。西洋菜汤 A B C 比较便宜啊，我们也可以变得出嘛，一汤三味，一汤两味啦，汤三味做不到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炸鸡啊，这里3个鸡腿肉啊。我们不是要炸它，到它很干身啊，我们稍微炸一炸它，啊，这里鸡啊，不是炸它的手，稍微炸一炸它，把它的肉水分。再稍微干身一点。OK。所以我们这里15块啊。所以这鸡肉啊，你可以直接炒，也可以拉油，拉油是比较滑的。那么为什么放上个木薯？哎，这个马铃薯粉比较有点肉比较会粗啊，不然肉和火海。OK。我拿去。啊，表弟的一汤两味啊，啊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，
星期一啊，啊，就是煲一个汤，一个味，一汤两味啊，就已经一汤两味就是可以，可以就是整家人吃了的。啊，这样30块，你单单买一样东西都很贵哦。对啊。啊。好。来帮我们分享啊，谢谢大家，来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我一汤两味哦，我可以做到。你再拿一个豆腐啊，豆腐1块钱吧，好吗？没有，啊，如果是40块，我可以做到一汤三味。啊，没有啦，啊，不会啊，一汤两味啊。你的包这30块吧，不能40块。OK， 一汤两味啦，我们做。啊，来，我们现在包厢我们的姜啊。60 ringgit fried rice for 1 person at resort hotel， 哇，你还更贵了。来，我们的姜葱蒜啊，姜片、蒜米还有葱啊。来，没有葱，昨天没有蒜米，葱在还没放，还没这里，葱在这里。它只是姜片和蒜米啊。Your place is raining， 昨晚有 raining 啊，今天没有啊。但天黑黑啊，一下雨就怕担心一下。Get go 啊，黄金炒饭啊。来，星期一是初一啊，表弟。星期一初一啊？不是，星期一初一啊。这样本来是一要做年菜了的。啊，做年菜啦，本来要做年菜啦。这样你改去年菜啦，也是可以啊。做你想要做的啦。好锅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下午好来。来。来帮我们分享啦。帮我点赞最重要啊！点赞啊，我们就来浮动一下，要跟我们浮动啊。OK， 来，我们是姜葱蒜啊，啊，包姜啊。要注意啊，他们讲罗佛州啊，我看报纸他们讲，有5个区域会渗水啊。来，我们放我们的鸡腿肉下去来炒锅啊。表弟可以教炒鸡蛋一团吗？炒鸡蛋一团是怎样？我看你开个哎，拿水杯哦。啊，保持30块，挑战一汤三味啊！来一个汤匙，这料酒啊。哇，因为这肉太贵啊，一汤三味是可以的，但肉太贵啊，肉太贵啊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都可以做一汤三味。啊，你不勉强做，我做一汤三味。星期一啊？啊，星期一做一汤三味。我给他料酒一个汤匙啊。但是要煮素哦，煮素我就煮素哦。你很久没有煮素了啊，在那里煮素啦。来，蚝油。嗯，我们煮素也是一样，30块了，做得到吗？30块，肯定做到。来，蚝油一个汤匙啊。蚝油一个汤匙啊。没有，你素是来煲汤啊？是啊，没有，我拜一不是煲汤了，拜一煮素啦。啊，拜一煮素啊，拜二啦。你的一汤三味是拜二是吧？嗯，拜二啊，拜二。来，加热水多少？差不多400ml 的热水啊，疫情多少？来，不懂啊。Why want to save money 啊 ？Because want to challenge 哦，要挑战哦。哎，省钱也是一个美德哦。啊，400ml 的热水来焖一下，越便宜越好啊，因为经济不好。不是啦，啊，我是要告诉大家，其实，菜肴不需要买到很贵的菜肴，都可以煮出很好的吃的啊。啊，因为表弟哦。如果老实说啊，菜贵的话，它就煮到很复杂，大家也不会跟。这几天我们煮30块3道菜啊，我家里每个吃得很开心。嗯，因为这我们那种就是说回到那个古早味啊。啊。来，因经济不好啊，连关又到水灾啊，又进了很多地方，对啊。好，稍微焖一下哦。一个汤，一个炸豆啊。太辣酱，一个煎蛋30块应该够啊。豆腐啊，豆腐是可以玩臭啊，豆腐1块钱吧。豆腐鸡蛋可以玩臭一点啊。啊，一块钱。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价钱放，只是哇，3997中啊，今天哇，提高啊。来，表弟拜六没有直播，拜五拜六是深夜厨房啊，9点的，我们拜六和拜五啊是。来，我们调味啊。这原来呢？年菜是中介版的豪华版吗？可以啊，对，研究一下啊。来一茶匙的糖啊，嗯，对，一茶匙的糖，鸡精粉一茶匙，鸡精粉一茶匙，我们来配黑酱油啊。
哇，提升那么多啊，要四千钟了嘞。好，把照啊，每个都是。哎，黑酱油一茶匙，一个茶匙的黑酱油啊。用香菇角来煲汤也很好喝啊。嗯。煲素汤很便宜啊。因为煲汤啊，你是煲汤啊，那个料啊都三十块哦。对。来酱油。多少？我放半汤匙先。半个汤匙的酱油啊。3997宗啊。焖一焖它，焖一焖它，不急了。来，锅盖上，焖一下。哎，这么要引塞啊？OK， 我们这个青铜头啊，青铜头可以放下去焖一下。Fish how to stir chicken feet 啊，煮鸡脚。可以啊。On the way 啊 ，waiting list 啊。啊 ，waiting list。OK。煮过了的。啊。回到童年的蔬菜的味道，对呀、啊，是真的哦。哎，阿公阿嬷煮的味道来了啦。对，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是我阿公很常煮啦。对，我爸爸每次常常煮的。啊，我家乡是我阿公煮的哦，阿嬷没有，阿嬷是皇帝的。豆腐超有营养的。来，我们加一点芝麻香油啊。来一个茶匙啊，然后也是一茶匙的胡椒粉，一茶匙的芝麻香油啊。没有啊，胡椒粉少许的。来，少许的胡椒粉，没有到一茶匙啊。来，谁在那些高官在作秀，没有人生什么纪律啊，人生纪律啊。来，我们放我们的青葱。太复杂的菜啊，买菜也麻烦啊，很难跟着煮啊。30块三道菜啊，很好跟着煮啊。豆干捏碎。煎蛋啊，哎，也不错啊。豆干昨天有做过啊，炒饭也行啊。来，这个是马铃薯粉勾芡啊。我平时煲汤加两条小鱼就一点了。来，我们勾芡少许。15块的。三个鸡腿肉啊，小只的。那是我买两包吗？一包9块多，一包10块出毛。就是葱油饼啊。这样你看啊，我们是不是简单煮哦？这样煮的哦。嗯。都。开饭了，来爸爸来。啊。Vicky, please ask 表弟 how to start using the new Shimano IH rice cooker for the first time. 怎样用 IH 智能电饭煲？第一次用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锅拿去，其实就这样可以用了了。啊 ，direct use 啊。就是洗干净了，就可以用了。啊。好。其实你两三个人啊，在家里吃啊，煮一碟过了。啊，开饭就好了，一碟就是15块好像我们去餐厅叫啊，公母盖丁饭，还够往返，对不对？啊、所以你一碟菜然后给三个人吃，嘿嘿，这样也是哦。来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和留守啊，有分享啊，来炸水饺、啊、也是可以啊，没定历史啊。表弟是很开心，30块三道菜，因为他不用想，有什么菜就煮什么菜。对啊，我去那里你可以看到什么景？看到什么？但是我可以想，我要想啊，要稍微想一下，稍微想一下，我要如何去把这个价钱哦拉上补下啦？啊 ，OK，Beacon Kota Good Morning 啊，我们礼拜天啊 ，Sunday 啊，Sunday 我们会下。10点半。天的地啊。10点半会在那边。OK， 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。来，这个叫什么？啊，这鸡蛋了。鸡蛋啊，6毛钱一粒啦。所以我们有6粒啊。
感谢表弟收到你的货了，谢谢你的围裙啊，谢谢你的支持。来，表弟可以教炒面线吗？他常炒面啊，面线啊，面线是我专长的，我炒面线、这一道，你知道我的现场的大小还多爱吃。表弟好主意的，现场的第一场直播炒面线，干炒面线，用姜鱼仔包苋菜汤也经济啊。OK， 来，我们看看这里。我们要表弟做高难度了，你要给我们哇一声了。哇，30块可以做到这样啊！哇，来，我们换点马铃薯粉啊。对，我们半汤匙的马铃薯粉。芡制。芡啊，勾芡。勾芡啊。那为什么要勾芡呢？等下我们煎的时候，蛋不会散。那个蛋就要加一点水啊，我们要加一点水。你的芡粉有水了吗？对对，我就是不要有太多的一个。来这里溜粒蛋啊。Hello， 下午好，我来吃了，来欢迎了。番茄炒鸡蛋啊，便宜啊！番茄炒鸡蛋很好吃，这道好吃啊，又便宜啊，又好吃又便宜啊，简单又快，表弟不用这样辛苦啊。是啊，我也那么没有烦恼，我没烦恼，我也没有烦恼。关注分享了，谢谢你。刚刚公布那个是新开张，礼拜天啊。礼拜天啊，3:30我会到那边啊。如果你在那边呢，我们可以讲，我们可以交流一下，或者拍个照片啊。来，请问米奇，这道是不是姜葱鸡？呀、yeah, ，姜葱鸡。啊，姜葱鸡啦。刚才我没有讲啊。没有讲哦。姜葱鸡。所以你外面叫我姜葱鸡饭啊，一碟都要8块了。哦，一碟要8块了。对啊，你炒一碟4个人吃。啊，这里就是你汁放多一点就4个人吃。啊，外面你叫单走啦，8块钱呢。8块钱也便宜啊。我不懂多少钱了，我算是8块了。那个应该8块。15块炒出来，3个人了分量哎。他可以分4个人啊，那边。4个人可以。Jenny Yap, thank you 啊，75个欣赏啊。来，有做过怡宝河粉吗？河粉有做过啊，但是不懂是不是怡宝河粉啊。有做过一次。那不是我专长 啊，但是我想要再做多一次啊。啊，下一回啦，等过了年。来，请问这个锅是涂层吗？不是，它是黑钢铁的，它会贴锅的，属于老铁锅啊，老铁锅。那么它热，你先热锅，你再下油啊，它就不会贴锅了。好 ，I want to let cousin sign his recipe book. I can bring your book come 啊 ，see you Sunday 啊。啊，礼拜天见啊！有什么给表弟签名给他签啊？围裙也可以啊。啊，我有签过围裙啊。嗯、啊。哎，我们换这个醋啊、哦，来陈醋啊。啊。这个是煎鸡蛋啊，煎鸡蛋陈醋汤匙，一个汤匙的陈醋 啊。我们要怎样叫啊？这个番茄炒炒那个，怎样炒出这个好味道呢？哦，糖也可以放一汤匙，来白糖一个汤匙啊，白糖一个汤匙。好、哦，这个番茄酱4汤匙，来4个汤匙的番茄酱啊。30 ringgit for 3 dishes 啊。See what you cook 啊、，now kampung chicken already。36 to 40 ringgit 啊 ，Yeah， fish also expensive 啊 ，one fish cost 28 ringgit 啊，所以是很高难度啊，高难度啊，30块才高难度啊，现在，之前 MCO 第一代啊，30块都没问题呢、啊，现在有确认是啊，来3个汤匙的热水啊，水，我们把这个酱料呢，我们就给它，好，来，番茄炒鸡蛋很有营养啊，5粒蛋太多了，我们6粒嘞，6粒蛋、啊，来30块可以做法布。飘香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啊，阿、啊、长可以哦。啊，有没有地址啊？靠近哪里啊？我也不懂哎。我们会有 idea 吗？你的地址？什么？郭大东木林那边的。我现在还没有拿到地址。啊，锅有卖吗？有。我、啊，你可以私信我们后台啊。OK， 我可以加多一个半汤匙的因为。加到个半汤匙的，刚才你有加没？没有，酱油。来半汤匙的酱油啊。嗯。表弟下次可以教省时间煮晚餐吗？工作回家后啊，死赶命煮饭、啊，我们半个小时搞定呗，3道菜哎。但是切，人家要切嘞。啊，你要准备切啦。那么你就煮一下，我熟哦。啊，
40分钟，40分钟。锅熟了，这个锅会重吗？你要买什么肉的 IS 电饭锅，啊，上面放煮米，上面蒸。啊，上面蒸鸡肉啊，蒸肉碎啊，蒸鸡蛋啊，蒸肉啊，在脸上签名吗？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叫表弟帮你签名啊。哎，我们还没红到那边呢。表弟用什么醋？陈醋啊。OK， 我们把这个啊，来溜溜蛋。嗯。有放那个马铃薯粉勾芡的啦，把那边有放一点芡水啊，芡水啊，这叫芡水吧？芡粉，芡粉啊。OK， 我们这个蛋呢，就是稍微啊。哎，表弟，我来吃了。今天煮什么？我们刚才煮了一道姜葱鸡啊。现在我们煎啊，番茄炒蛋啊。你看，热锅啊，啊就不怎么贴锅啊，不贴锅。啊，不要烧太熟啊。为什么不要煮这么熟哎？啊，要给它滑了，不要太粗哎，粗吗？来，可以寄到澳大利亚吗？不要，不建议啊，不建议啊。澳大利亚的运费还贵过那个锅啊！不要！这种锅很便宜吧？不用刻意啊。你那个油费啊，你在澳大利亚买那个锅还好过这个啊。来，这里番茄多少粒？这里应该是，如果你大粒来讲，差不多四粒啊。如果你是大粒的话，就四粒啊。四粒。要不要少种点菜啊？来，米奇如果写表弟啊，新币十元啊，哇，这个月伙食费啊，哇，就会很便宜啊。来炒一下番茄啊，它的红茄素啊，它就会出来了。茄红素啊，茄红素啊。其实番茄蛋啊，并不简单啊，番茄要醋味，鸡蛋要滑润啊。哇，这个是两种材料才融合啊。哎，厉害，行家来了，行家来了。来，表弟以后要煮一锅粥啊，一锅粥啊，比较简单，可以啊。来，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！啊，30块三道菜，有多人看了？哦，3600了，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哦，谢谢分享了，大家要留手哦。来，用什么火来煎这个蛋？全程大火、啊、大火、啊，但是你要少点多一点油哦，煎的时候，啊、你煎的时候要多油啊。啊，油鸡蛋不要煎到太那个 ，OK， 可以了了。来，我们把调好的酱放进去。可以用折醋吗？折醋可以，醋就可以了，有醋就可以了。啊，看三千七了，谢谢。卡卡了。这个鸡蛋啊，很好，很美啊，很美味啊。等它滚一下的时候，我们鸡蛋就可以放下去了。一碗汤，两片面包啊。Tomato have skin， 有放有皮吗？你 有皮有皮有皮 yes, 有皮。With skin 啊，那个 tomato 我们没有去皮啊，皮也在里面。OK。我们把鸡蛋放下去，好。稍微有Sunday menu要 workshop 啊 ，refer Sunday menu 啊。can also 啊。后面老要不要上多舀水，我再舀汁嘛。Thank you, 来很谢啊，谢谢。OK， 滚一下就可以了，来滚一下就好啊。啊，你好，请问一下你们的黑锅啊，会不会很难保护啊？它会不会很难打理？每天煮完它的时候，是不是每一次很难打理？对，煮好了它，就可能啊，你看，你看这锅，用的时候用了要放一些油涂在锅里，不用的时候就会生锈，是吧？对，就是你要用你一煮完菜啊，就洗干净它，烧热它，涂上一层油就可以了。对，涂一下就养锅，以后你就很好容易炒，你看。这样的番茄炒蛋就很好吃啊！来 ，juicy 啊！哎呦，哦、太多了！米奇可以不可以来一道创意的西式捞生啊？西式捞生啊？西式捞生？哎，我们一月二号表弟忘记，不要忘记啊！我们是做什么啊？盆菜啊？一月二号做盆菜。我们一月二号做盆菜啊。所以那天是初一是啊，我们啊，说例啊，我们没有做、啊。一月二号是初一啊？啊，对，一月二号好像是初一的。说、so, 我们做盆炊啊，说、so, 那个一汤三味啊，一月三号啊，好不好 ？Yes， 怎么呢？你肚子饿啊？等一下啦啊！啊，流口水了，超简单。来，说、so, 我们就一道菜啊，你可以买
那个日本黄瓜，我们是日本黄瓜，你可以买普通的黄瓜那种，普通黄瓜都可以。所以我们就是用那个虾米啊，这种就是家庭菜啦，这种两样东西就可以炒出一道菜了啦。这个日本黄瓜是贵一点啊，你普通的黄瓜啊就便宜啊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黄瓜应该3块来钱啊。来，刚进来，请问炒多么多后放什么字啊？刚才那个他自己调的字来了。OK， 陈醋酱油半汤匙，半汤匙。陈醋一汤匙 ，OK， 番茄酱四汤匙，嗯，糖一汤匙，就放少许的水，啊，这样子吧，哎，啊，米奇可以说一次炒蛋的放那个字是什么吗？啊，刚才表弟解释了，3号才是初一啊，啊，3号初一啊，这样 OK， 明白了啦，2号捧出来，3号煮素食啊，4号啊，1月4号才是一汤三味啊。3号我去3号我尽量找，没定定给50个先生，我尽量用最少的钱去做做比较蔬菜啊，蔬菜啊，蔬菜啊，呀，1月1号星期天我们是星期六我们是做深夜厨房啊，这个深夜厨房就是我有一个来宾，谁啊，有个嘉宾啊，保密啊，我邻居啊，他名字叫保密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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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啊，我们这个蒜米啊，虾米，啊，虾米20克啊，虾米20克，蒜米，啊，蒜米，五六粒这样的，来五六瓣的蒜米啊，中它，蒜米五六瓣中碎它，还有虾米啊，20克啊，一起爆香，虾米蒜米爆香啊，来放点油，来锅多少钱一个？这里。我们这个是32cm 啊，99块。啊，表弟，你说1月1号煮年菜啊，一天一个啊。对啊，我就想到先要一天一个。可是很多人要这个又要那个哦。OK， 你稍微爆香了。这样你不是写了30块煮一个年菜？来，我们的日本黄瓜，来一起炒啊！卡卡来的。这种是家庭式的菜了。稍微煎煎它，就是我们再放一点水在里面，好，先煎到它有。来，这个锅可以用 induction cooker 吗？不建议啊，因为它不是平的，它底部不是平的啊。OK， 好，我放点酒下去。来一个汤匙的料酒啊，再放点水啊。水倒太多。水多少？啊。有120ml 的热水啊！啊，你们会员卡，等一下啊！谢谢表弟，收到锅饼了 ，Thank you 支持啊！谢谢支持啊！威力不乐，你有办法，我这里没问题啊！来，你是放什么？一茶匙的鸡精粉，一茶匙的这是1/3一茶匙的盐。来，一茶匙的鸡精粉，一茶匙的白糖，1/3茶匙的盐啊！来，撒一点胡椒粉啊！来，能煎3道菜，棒棒的。稍微焖一焖它啊。来 ，Who can send to Singapore？ Yeah， 但是不便宜啊，新加坡运费你可以加。你可以加，你有买其他东西才一起买啊。啊，才一起寄啦。来，我们准备芡粉啊。芡卡，你们是哪一区的？我这里没有问题哦。
黄瓜熟了放一点松子啊，果酱，来勾芡啊，倒起了碗子。OK， 好。江人，有没有下雨啊？你那里没有啊？我这里没有下雨啊，我这里没有下雨啊。嘉宾是不是罐头哥？不是啊，表弟的邻居啊，表弟的邻居啊，深夜厨房啊。嗯、啊。属什么先？没有公布一下。他好像属甜点。甜点啊。来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！今天我们3800人了、啊。啊。又破昨天的记录了。OK， 这个就是这个虾米炒那个黄瓜。好。嗯。所以我们第一道是这个，这个15块啊，我们是3个鸡腿肉啊。所以这是姜葱鸡啦、啊。外面你真的去啊、查杀啦、啊，哎不，哇，你多人叫啊。啊，姜葱单做啊要8块的嘞。嗯啊。现在8块不知道卖不卖你啊、哦、？OK， 来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番茄炒蛋啊。哎，应该小美啊。番茄炒蛋。嗯、然后我们最后一道就是我们的黄瓜炒虾米。这道菜是从小吃到大，得帅很对，就是很感觉到很很怀旧啊，怀旧啦对对啊，这个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番茄炒蛋就很少人马来西亚人比较少煮。为什么？在中国人很切小块肉就好、中国啊就很中国的就很多人的家常菜来了。哎呦，那、不好意思、啊，江大人还被老都喂我吃。哇，这个要配饭啊？很配饭的。那个字一流啊。它的 OK， 这个是有虾米啊，虾米你知道虾米是不是好吃？很香啊！那个虾米是不是很香哦？虾米今天有3900人了。啊，米奇，你那10000块是泡汤啊？肯定泡汤的，所以每次给他试啊，他不吃啊，他们是、这个、我们拿米奇是老鼠来的，半夜出门的。半夜出东西的啊！来，我们看看这个，这个一定很好吃了。直播网线不好啊，我是欧洲的粉丝，来。我们是煎那个番茄炒蛋啊 ，Andy， thank you 100个欣赏来 ，thank you Andy， 哇，好特别哦，那个味道，味道是啦，那个有陈醋的，陈醋的味道、哎，对，有陈醋的味道哦，很有层次感啊，你的那个酸甜哦，很有层次感、啊，其实酸甜我要煮久了，不是只是摘酸啊，不只是到茄子的味道，它不只是茄子的味道，它就酸甜。那么番茄的味道、因为番茄只是糖番茄，它也是调不到味道。你放点三到三四个汤匙的那个番茄酱，它会更容易、啊。我同意，连菜一天煮一道啊，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记下来，还可以啊。OK， 在这里呢，我有今天是这应该是罐头番茄豆炒蛋啊，没有啦，我们是用真正的番茄啊，番茄来的。来，啊、这个就是新年了啊。这个是彩罐的一个，你们可以在他的 Bimpo 上面下单啊。你们当然我今天你可以下单，你可以，今天顺道介绍一下哦。My family 回去了，这是爸爸，爸爸，这是妈妈。动物界的妈妈是肥的一点的 爸爸是比较大只一点的，大非常大。爸爸比较高大。这个是红红最喜欢这个，那为什么呢？这个呢，你在家里呢啊？这个你在家里啊、哦？这个是采过来的。在家里啊，你放花生、盖住啊，不是花生啊，那些莲饼啊，莲饼啊。你放花生啊？啊，糖果，不跟放莲饼。你放在糖果放在那里的那个，哎，小孩子来打开来拿糖果。啊。这个是很多，我有几个粉丝他就跟我讲，他收集了3个了。啊。他只是买小个的，因为他小个才会放吗？还收集啦，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啊！对，他要收是二生肖，他要收集这样子。当然啊、还是那句话啊，有需要才买啊。这个呢，这个是属于你可以这个是包汤包来的。这个是多少？3.5 liter。哦，3500 ml 啊。没有3500 liter 的话，它这个可以，你可以包猪脚醋。一个半没问题，一个半的猪脚醋没问题啊。OK。这个是汤包啊。那个这个呢，这个他们是属于火锅，
它是比较浅一点的，是水火锅火锅包，它就是比较扁一点，没有这样高啦。对对，这个是2.5，2.5 liter。放糖果容易被小孩子打破，这个就打破很可惜啊。你的桌子长一点啊，这个是600ml。来，多少钱？不要讲这么多。OK， 我们看看在这里。然后，如果你喜欢小的，你可以打 A1 啊。OK， 小个 A1 多少钱？78块啊。嗯、小个的是78.4块啊。啊，78.4块。所以有兴趣啊，它是600ml 啊。OK， 你可以上 A1+1啊，全新码免邮啊，东马运费30啦、啊，新加坡40。OK， 所以你可以打上 AE 啊，这个是小个的。OK， 那么如果要大个的啦，最大个啦，3500啊，就是这个了。这个汤锅啊，这个汤锅啊，大个的206.4啊，206.4。OK， 206.4。所以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打上这个 A3+1 啊。A3+1，对对对。东马邮费80，西马免邮，新加坡运费90啦。OK， 那么如果你是要妈妈啦，2500ml 啊 ，OK， 是166.4，OK， 166.4，所以2500ml 了。这个你要妈妈的话 ，A2+1 啊 ，A2+1 啊，东马运费70，新加坡80啊，西马免邮啊。来，请问什么材质？啊，这个就是哎呀，那个材质，这个是这个澳洲的什么沙？我哎呦，我这里没有找出来。这陶瓷锅来的，陶瓷锅啊，啊，陶瓷锅，我这里。如果你们有收集的话 值得收啦。How to order Singapore? Just key in A1+1 or A2+1。李辉石，李辉石来的。OK， 李辉石啊。啊，这个李辉石，李辉石。那你李辉斯，你那有写李辉斯啊？我们 TeamPost 上面有啊，你们可以在李辉斯啊，它是澳洲进口的李辉斯啊，对，经过1300度的高温啊，酸重烧制成啊，它可以耐450度啊，低温-20啦，20，对，所以有兴趣你可以打上 A E 啊，所以我们 A E 是这个啊 ，A E 是这个小个的，小个的，哎，小个的。所以、我觉得你呢可以来摆设它，只是来放花生，你想就放花生，你就放花生啦。这个做什么好啊？我觉得这个是被限制了，这个只是炖饭，这个炖饭。炖饭啊？啊，饭啊，摆饭啊，摆饭。如果你一个人吃啊，摆米饭上面放一点。OK 了。那个。来，小个的78块啊。78.4，它600ml 啊。600ml， 所以它是 AE 啊，你写上 AE+1 啊。东马运费要30啦，新加坡40啦，西马免邮啊，那如果是 okay, 这个，如果是妈妈的话，妈妈2500ml 啊，2500ml，OK，、okay, 妈妈，它后尾有洞啊，后尾，其实你后尾耳朵也是有洞口啊，它是比较适合来做盆菜啊，不是盆菜不适合，不适合呢，这个才做适合做那个火锅。火锅啊！我说是六六啊！OK， 妈妈多少钱呢？166.4啊，166，你去店买206，208，这是彩罐啊。说妈妈的，你要打上 A2+1 啊，西马免邮，东马70，新加坡80啦。这个不可以电子炉啊。OK， 88的就比较适合煲汤啊，这样高是啊。这个是汤锅，汤锅啦。汤锅你可以煲汤。这里3500ml 啊，猪脚醋汤锅都可以。它的底塞跟妈妈一样啦，后尾有洞啊，小的最小的是没有洞啊。最小的没有动啊，说88是206啊，4啊 ，OK， 88如果你喜欢的话 ，A3+1 啊 ，A3+1 ，OK， 可以放麦克风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你这样子放下去没问题，麦克风没问题，你看我们有 PinPost， 你去看 PinPost， 最小的可以来炸或者是来蒸吗？可以蒸啊，可以蒸，炸没有听过，炸是怎么炸？就是说。哦，就是拿那火炉来炸啦，在里面哦，明白，可以放东西下去炸是可以的，陶瓷锅可以的陶瓷锅它可以带到450度啊。你们可以把爸爸妈妈、孩子带回去啦，但是它不能干烧啊。来一整套，如果这一整套买的话，东马邮费多少？会便宜，你会一起你你写 A1，A1， 然后你跟那个他系统会联络你吗？你跟后尾的人 A1+1、A2+1、A3+1，你都打三个哦。我们会拼单的，他们会拼单，就说邮费就很便宜啊。OK， 所以 OK， 来，所以我们这个是小个啦，小个的它只有屁股洞啊，耳朵没有洞啊，
说爸爸妈妈的屁股也是有洞，他的耳朵也是有洞啊，戴耳环啊。啊 ，OK。那是澳洲里菲斯啊，澳洲里菲斯啊，对对对，小的给小孩包粥是最好啊。嗯，这样子。啊，一个 baby 啦 ，baby 包给 baby 啦。啊，这样子啦，我就觉得 OK 啦。六百没有很多了。这个78块啦，这78块啊。我觉得它爆飞方面有点困难啊。啊，你可能煮一个很简单的东西。可以煮饭啊，可以煮饭啊。我知道你可以煮很简单的东西了，你就是有被限制啊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被限制啊啊。OK， 来，之后我再重复啊。说我们有三套啊，最小的啊，这个 baby 的600ml， 它是78块4啊。78块4 ，OK。如果你有喜欢的话、啊、你可以打上 A1 加一啊，西马呢就免邮啊。所、以你一定的话直接送到你家，只是给一个价钱78块4就可以了，他就会寄去你家。东马要运费30块啊，新加坡40块啊 ，OK。所以这个是600ml 的小个了。所以如果你要妈妈的话，妈妈的是2500ml 啊，2500ml 是166块4毛啊。166块4毛 ，so 它这里是 A2 加一啊 ，A2 加一 ，OK，so 西马免邮啊，东马70，啊，新加坡80啦 ，OK， 来，如果88的话，88是最大啦，最高大啦，3500ml 啊，206啊，4毛啊，店买是258块啊，206四毛啊 ，so 88是 A3 加一啊，运费80 ，OK， 新加坡90啦，好。你们有吃过真饭吗？有买、这个里面放一个架，铁架在下面哦、你把这个放在里面啊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在这个盖上去。啊，这样子的咩？啊，蒸水吗？水各水蒸啊。好像你各水蒸啊，我们说各水。这个应该不怎么喜欢。没有，就是各水蒸可以蒸啊。可以这样子蒸啊。可以各水蒸的，这个是那些刚刚好了。你可以煮，你可以包饭啊。啊，福联啊，送你、送你最佳。这个可以包饭啊，放下去蒸饭啊。啊，你可以送礼物啊。啊，蒸，茶碗蒸，爸重吗？爸蛮重一下，爸很重啊，3.5，这个它3500ml 啊，你要不要拿秤来称一下？啊，这很重一下，蛮重一下的，来，拜拜，谢谢支持啊，谢谢啊，这你要的钱大家可以啊，如果你要这你要拿两个也可以，买一个也可以，买三个都可以，如果三个拼单的话，邮费就便宜了，啊。西马是免邮啦，啊，西马免邮。你西马，你买三个都没有，不用差是邮费啊。OK， 这个是汤锅我们可以煲汤，你煲老黄瓜汤啊，西洋菜汤啊，都可以这样来炖啊。那么我们如果煮猪脚醋呢，你跟着我煮脚醋的话，你只是一加300克的水，啊，300毫升的水啊，就是说一只黑醋，半只天津甜醋，啊，50克的冰糖或者椰糖，啊，再加上300g 的老姜。加300毫升的水放下去，那猪脚你要穿汤啊，洗了它，穿烫了它，烫了它，醋倒下去啊，你可以做了一个半的猪脚来啊，这个是盖着它，你就是一水一滚的时候你啊，水一滚的时候开到最小火，最小火这样闷到它1个小时关火，哎，那个猪脚就这个是和之前的陶瓷包材质一样吗？一样，采罐来的，采罐一样的，他们就是里菲石。哎，明年是虎年吗？今年是猪王，这个是吉祥符，我们虎虎生威啊！啊，问虎我讲猪，扮猪吃虎啊！啊，今年是老鼠。我今天问大家哈，今年是牛啊，不是老鼠。明年是老虎啊！今年是牛啊，明年老虎啊！老虎的名字叫……哎，电饭锅还有吗？电饭锅你试试我们啊，杰西啊，今年。电饭锅啊，1月1号就不再送那个什么锅了，哎，那个玻璃了，那个啊高喷玻璃。Miki， 老虎叫什么名？老虎，丹丹，对，虎是丹丹，然后老虎的名字叫丹丹，啊不好笑，不好笑，哎，最后还是哦，如果你要下单的话，你们可以啊，放心啊。你也可以你不用马上下单，你考虑清楚，你才觉得要买，你就私信。家里有就不用买啊，我是说啊， <Okay. S 2> 有用到才买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收集小小的啊，很 Q 啊，你要收集12个啊。当然，之前我没有卖啊，今年好像第三个了。还有老鼠、有猪、有牛、吃牛这个是第四个，三个了啊。
OK， 有什么的话你私信我们后台啊。OK， 还有什么补充啊，表弟？没有补充。最后啊，感谢大家啊，闹一下啊，这个礼拜天我会在哥大拉曼沙拉 Bigger Mark， 哥大格穆林还是哥大？哎，不对，哥大格穆林，哥大格穆林啊 ，Bigger Mark 那边做一个介绍啊。有粉丝在附近的，你们可以过来啊，我们一起交流啊。那么当场我会煮一道菜啦，当场。OK， 最后。礼拜天呢、啊，我们做盆菜啊！礼拜天做盆菜。OK， 谢谢大家。哇，其实我很忙一下，礼拜天刚好要去到OK， 明天我会去到穆格加六那个那是什么新的吗？穆格加六新的巴威廉度啊！明天我会在巴威廉度的一个convention center。你在那边做吗？尼古都。有在那边，我会去那边去看一下。如果一般上是在一点这样的，我会到那边 如果有在那边，我们可以交流一下。OK， 最后感谢谢谢大家，我们来电饭锅可以在这里下订吗？没有，你要私信我们 私信我们私信我们。OK， 来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明天9点深夜厨房见。来，拜拜。拜。